黄牛肉和水牛肉的区别。牛肉主要分为四种，分别是黄牛、水牛、牦牛、乳牛。其中黄牛肉是最好的。黄牛肉的颜色一般呈棕红色或暗红色，脂肪为黄色，肌肉纤维比较粗，肌肉间无脂肪残渣。腱牛肉肌肉结实瘦细，油腻呈红色，皮下有少量的黄色脂肪，肌肉间也有残渣的一些少量的脂肪，质量最好。犊牛肉呈淡淡的玫瑰色，肉细肉松，肌肉间含脂肪量很少。此外，南方的水牛肉肉色比黄牛肉暗，肌肉纤维粗，但是很松弛，有紫色的光泽。